能把那个地址记住。好了，走吧。好吧。要不你从家里就下去吧。拜拜，这个包给我，你要吃吗？包给你，你要吃吗？他不吃，他不吃叶子。我拿一颗。看来你都想吃了吧？那好像会甜，好像有点甜味。深山里面吃东西哦，这只比较大了，这只比较近了，哎，这只比较大，这只比较近了，哎，那是假的，它是假的，我才不要拍那个道道老师去的。台湾动物要看到吗？真的。